您好，欢迎收看这一节的六点抢先报。首先带您掌握这一起车祸意外，发生在台东鹿野中华路一段这边一起轿车翻覆的交通事故。这发生在23号晚间的时候，这辆轿车因为不明原因居然撞到停在路边的小货车，结果呢，它整辆车就这样子翻覆了。驾驶呢，酒测值是零，不过整起事件还波及到小货车的驾驶，据了解被回弹的车门给打伤。另外呢，有一名路人则是因为轿车呢这个周边呢这个翻覆遭到了波及，加上肇事驾驶也受了伤，还好三个人都只有受到了轻伤。那么详细的肇事原因现在还有待再厘清。我是萧慧文，您的生活日常从每天收看中视新闻开始，中视新闻陪您度过平凡而充实的每一天。更多新闻也请您锁定中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还要记得开启小铃铛哦。